关心今天天气，来看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13到19度，有3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意春日11到20度，有1成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8度，高温来到20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在桃园只有2度，高温来到17度。嘉义阿里山最低温2度，高温来到15度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有0到10度。台中的和平3到15度，有1成的降雨机会。苗栗的南庄师坛泰安6到13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只有4度，高温来到14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8到14度，乌来有7成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5到17度，有8成降雨机会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16到19度。秀林万荣8到18度，有1到4成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13到20度。凤林光复瑞穗14到18度。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在卓溪只有1度，高温来到17度。台东长滨成功16到19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在海端只有8度，高温来到17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13到20度，有1成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在金峰只有11度，高温来到21度。兰屿17到21度，有3成的降雨机会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10到18度。